么动力啊？什么亲近圈有什么秘密我不知道的吧？不，这个秘密你绝对不知道。我们现在开始，你赢了我就告诉你，好不好？你先把接班人那首那个告发给我，我待会儿给你放元气。好，可以可以。妈，我等一下，先不要放。我发现我前两天只要放了都死了，好不好？昨天没有放，你看把你虐的跟什么一样。猛如虎呢？昨天没放。是的。好好好好。哎呀，我好累啊，这帮人。哎，你现在好像很得意的样子啊。没有啊。我只是觉得你今天有点，我只是觉得你今天有点跳。干嘛了？我有点跳，我承认。你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，那 QQ 拉黑雷天童，那微信屏蔽李晓峰，叫什么你知道吗？叫什么？那无法无天。妈了，你这个歇后语有点好呀啊！那雷天童是什么？雷天童是不是法官嘛？是不是？啊，那你拉黑他是不是就无法？是不是？那李晓峰就不是 Sky 是不是？说的很有道理。我发现你现在歇后语有点猛嘛啊？那允许你说成语，就不允许我说歇后语了。今天你打算几比零我啊？啊不，我打算被你四比零。不，你不是这种风格，你应该很跳的呀，一下来先跳一下的。不是、啊，我现在认得清我自己的实力，好不好？就认得清自己实力，但是我觉得你的实力比我强呀，怎么办？我不觉得呀。那么谦虚啊？没有，你是孙太阳，好不好？我有点不习惯那么谦虚。哎，真的，你谦虚我有点不习惯，怎么办？你不要说话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图我有点慌。你慌什么啊？那说不定在这张图的某个角落，角落已经有三个兵。不，我不是这种人，我不是这种人。妈，你就是这种人，好不好？什么叫我就这种人？妈，你就是一个妈这种妈上床不讲不做前戏的妈工地逼，上床不做前戏。好，你既然这么说，那就不要怪我。你在干嘛嘛？你在干嘛嘛？我现在好慌啊！没干嘛，我就正常发展呀。我正常发展在干嘛？还能干嘛嘛？哼！哎呀，哎呀！因为啊，牛逼牛逼牛逼，能躲得过我的魔爪呢？牛逼牛逼牛逼，可以了吧？可以啊。为什么还要赔小狗的性命呢？我不亏啊。哎呀，的确，房子堵口，有点不亏啊！你现在，妈抓个房子好伤啊！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你在干嘛嘛？我不告诉你啊！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在干嘛嘛？坐火车呀，还能干嘛？这火车都来了，看来你也苦练过了呀！啊，没苦练过。我感觉你的战术千变万化。没有，很平常的战术，这些都是。都是很平常的战术，你都懂的呀。我不懂。那么多张 你干嘛那么哎呀叹息啊？为什么？
那我不知道你在干嘛，我猜不透你啊，我真的猜不透你啊。为什么我感觉你已经猜透我了呢？哎，这什么情况？你怎么溜进来的？啊？啊，自然有我溜的办法。什么？这个什么情况吗？哎呀，哎呀。我不得不承认啊，你比昨天猛多了呀！哼，不要说这种话，从来没这种事情过。怎么办？啊，怎么办？什么都没有，什么情况嘛？你在打什么啊？我看不懂啊！什么都没有啊？来，好好找，打起来，小的们操练起来。好了呀，算了呀，走了呀。算了，误会。我跟你说走了，你不要进来了呀，你不要送了，好不好？你管我，我要送你管我。哎，我操！妈，妈逼，本来就没死，我操！那你的多线有点溜的呀，不溜啊？不溜，你还炸我卵？你还是人吗？哎呀，好烦啊！过了，哪里过了吗？随便弄一下就可以了呀。妈了个蛋的！这盘没打好，我觉得。你打你的多线这么犀利，我觉得我这边要挂，不要奶自己好不好？真的，我这边要挂。我的经济已经大伤了。好，真的呀？把你这一波推过来，我就死了呀。是吗？是的呀，不信你过来嘛。好，过来了。为什么这么乱呢、啊？这个，你是中国孙太阳好不好？你的多线不应该觉得很乱的好不好？你余钱多少吗？余钱2000多。有没有谎报遗产吗？没有。走，哇，你这一波有点猛啊，我感觉我守不住啊。你不要再虚伪了好吗？我知道你的心理吧。没有啊，我真的觉得这一波压力有点大了呀。你怎么回去了？打不过怎么办嘛？我不信的呀。你下波牛已经快出来了。没有，我刚提三本。哪有这么快？他妈被你前期被你骚扰那么惨。我不会信你的。你真当我是神了你？你
就有点实力现在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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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是什么情况吗？少个军。左边插完，右边插了。感觉没什么机会啊。那我才觉得没有机会好不好，我现在被我现在都不敢出门，你在干嘛我都不知道。不要打了不要打了，我知错了呀，我就打攻防都被你打掉了，攻防而已，没，那真是烦。我就不信我打不过你的后期的牛，我今天一定要跟你拼后期。哎呀，我打不过你的，你相信我呀。我闭嘴，我今天一定要拼后期。昨天两盘都是后期输给你，就说我今天有点想跟你打后期。真的有点想打了。那你输了就可以甩锅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不会甩锅的。那你输了你就可以说，你就可以说你是故意的。我没有故意啊，我正常打的，正常打。那这么说今天是男人间公平的竞争是不是？没有错，妈的从来都是男人间公平的竞争，好不好？可以。这话说的，什么叫今天是男人间，妈的以前就不是呢。啊，妈以前我不是这么想你的。为什么？啊？以前你这种只会撩鹰腿的。今天我有没有撩嘛？你就告诉我，我有没有撩？没有，我暂时相信你是一个好人。你在干嘛嘛？就发展呀，还能干嘛？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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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算算算算算算，我只是打个矿而已，对不对？没有那么让你拆，让你拆，让你拆，我打不过可以了吧？哎呀，这强而有力的多线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哎呀，冲亏了呀！还好还好。完了完了，没钱了，怎么办？不可能没钱嘛，你这种。那、啊、怎么办，九幺哥？你不要骗我呀！我感觉我死了呀！怎么办？他、啊、攻防也不领先。攻防不领先是很正常，你待会儿那又没钱，马上就那个了呀。妈，这个才叫真的妈，老婆又丑，儿子又笨。为什么你要诅咒你自己呢？在这边还有个矿啊！你居然在这边还有矿啊！没办法了呀，只能开在这边了呀。这边我还有矿，我没想到你这边还有矿。怎么办？我现在矿开不出去啊！啊，不愧是牵制王孙一峰啊！
哎呀，好烦啊！我也好烦啊，我现在。我们何苦呢？搞得现在大家都不好受。哎呀！妈，我不要了，好吧？这边矿我不要了，好不好？这边矿本来就不是你的。哎呀，好烦，操作失误了。你也操作失误了吗？怎么办？这个时候，我现在拿你没办法呀。那我也拿你没有办法呀。哎呀，能打多少？哎哎哎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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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靠，这波有点伤，这波有点伤，这波有点伤。我跟你说了，我今天一定要给你打正面，我不会阴你的，你放心好了。好好好好，我承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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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吧？那局势有点不好搞啊。很好搞呀，我觉得现在你优势很那么大，你慌什么？我哪里优势了嘛？我靠，先杀个尿压压惊。你杀你杀你杀，好了没有嘛？好了好了，走走走走，我错了我错了。哎呀，这有点伤啊。还好还好。那我还是要这个东西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干嘛嘛？走走走走，我多线送兵可以了吧？这原本就不属于你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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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怎么办嘛？你搞得开不出矿。攻防也打不了。哎呀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对的。那我还怎么玩嘛？跑？哪有那么容易的？哎，打不死呀，打不死呀。完了呀，这片矿被你发现，我就觉得没有办法打了呀。
真是烦。都一样，都一样，我也很烦现在。我也很烦啊，现在怎么办嘛？那算了，你退吧。既然我们两人都很痛苦，那你就自己解脱，然后结束我们两个人全部的痛苦吧。话说回来，为什么要我？为什么要我来结束这个痛苦？为什么不是你呢？妈，因为你年龄大呀，妈，哥哥要让弟弟的好不好？干的就是你这个弟弟。哎呀！妈，那你就不出来了？我不出来，你出来呀！我不会。算了，有话好好说。我不会让你把这边矿开出来的。那你好好想想好不好？怎么可能让你开出这片矿吗？说的没有错。哎呀，走。走。哎，为什么会这样嘛？这个局势，感觉好难弄啊！你不难弄啊？现在你优势好不好？我已经没钱了，我没钱了呀！少来，你还有片矿呢？没有啊，还有两片矿。那你就死守这边了。我没办法呀，我也不想死守的呀。冲！啊，好猛啊，乔哥！蛋。那损失惨重啊！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我要赢？这牛出来，我为什么就没办法呢？我现在，难道我要赢？我这是什么鬼嘛？我怎么可能让你狙的嘛？我怎么可能让你狙的嘛？我又不是傻子。真没办法吗？我真没办法打牛吗？难道我要换种思路打吗？我真没有办法打牛吗？难道说？难道你真的已经成为我的 IBQ 了？牛为什么那么难打呢？你妈，我跟你说，牛不是难打，而是你的智力不够，知道吧？回家报一个什么辅导班。哎呀，这是干嘛嘛？现在这个局的确没办法。你是不是就一片矿了吗？
哎，你死心吧，不会让你开这片矿的，我不会让你开的。哇，这么多兵！我承认你这个调虎离山有点猛。狙的不好呀，我并不觉得我狙的好，妈的，我这酒狙的很差。怎么办？我没钱了。毛的没钱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。我真没钱了呀。这牛为什么能那么强呢？我为什么打牛一直没什么办法呢？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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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感觉要被你翻回来了呀，角哥。高哥怎么翻？啊？高哥怎么翻？真的呀，我感觉局势不好弄的呀。哇，这强而有力的多线，这强而有力的多线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腐化中光了。我到底要用什么去打牛呢？这个狙也没用呀，这狙。哎，这牛怎么打呢 ？Nice, nice, nice。Nice， 零比一啊！慌不慌？你慌不慌？我不慌。哎，九哥呀，你还记得当年的四比零吗？哈哈，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能四比零我了，就是啊？不不不，我要求不高。今天只要3-4惜败你就可以了。哎，我已经证明了我自己，我已经三连胜你了，是吗？来，是的呀，进啊，那个退出游戏。你既然那么喜欢憋牛，哎、打得好艰难，九阿哥真是猛。你既然那么喜欢憋牛是吧？那好，那我给你憋牛的机会 ，Go， 你就一招，就是憋牛。我现在对牛没有办法。是的呀，你有种，你就有办法呀。我现在对牛没办法，妈个逼牛！啊，是这样的呀，干嘛长得帅，长得比你帅就是比你帅，没有办法的呀。除非只有一种办法，就是你长得比我帅呀。关键你这种你妈的憋牛的，连四矿都不开的，就牛先憋出来再开四矿。啊，对啊，怎么样啊？逼，怎么样吗？可以。妈，电子竞技没有怂逼，好不好？只有胜利。好，这就对了，你说的没有错。想想看这盘要怎么打啊，我就出牛啊。这牛的确你妈有点烦。哎，牛真有点烦，关键是我都跟你说，不是牛有点烦，是你没有这个天赋。你不要跳，我告诉你接班人。
干嘛嘛？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三 BB 是不是啊？不告诉你。还有，今天你赢了，我会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妈，什么秘密嘛？你有什么秘密吗？赢了再告诉你啊！妈的，既然是秘密嘛，肯定是要赢了才能说的呀，对不对嘛？有没有错？妈，秘密这种东西我从来都不感兴趣的，好不好？我只对维多利亚的秘密感兴趣。哎呀，正常开，那我不是亏了呀？你怎么开嘛？那我不是亏了啊？我血池开的呀。啊，真血池开啊！是的呀，我很诚实的呀。哎呀，妈个反击战！你这干嘛嘛？上来就卖自己人。走喽！你来啊！我要再打你，你是不是很不爽啊？我不会下的，那我不会下来，让你打好了呀。那种隔靴搔痒，哎呦，痛痛！好，算你有耐心，我告诉你。哎，这种小偷小摸，我不会在意的呀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我承认你这波打得很冷静，就不给我机会看。智商正常的人都很冷静的，好不好？那你说说你是智商正常的人是不是啊？我是智商超群的人，好不好？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、最好笑的一个笑话。你炸、啊！你炸、啊！不炸不炸，炸不炸不到。我没有必要去损失这个东西。这是什么战术吗？这干嘛你要打一波啊？不要炸了呀，那个军团你炸不掉的呀。妈，没炸过怎么知道炸不掉嘛。你在干嘛嘛？憋呀、啊、还能干嘛呢？你憋什么嘛？妈，你不就那几张吗？要么解放者，要么火车。耶、yeah? ！哎，我闪退了，我什么？哎，我闪退了，没事没事，断线重连，断线重连，断线重连。哎呀，不要慌！哎，不要慌，不要慌。哈，哎，你说嘛，你在干嘛嘛？我按道理这个时候你空头火车已经来了呀，我在解放者女王，那你无非就那三招：空头火车、解放者、异形女王，你还有什么吗？然后空头地雷算不算一个嘛？你用的比较少，空头地雷啊。那个 boss 神算不算？啊 ？boss 神算啊 ？boss 神，你现在你已经知道你操作不行，操作不过我，你已经不用了呀。啊，那你觉得那是不是嘛？那你觉得 我现在会用什么战术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
怎么？那你就无非就这几种战术嘛？怎么锻炼人嘛？怎么锻炼你人呢？那你会不会 恢复游戏啊，我知道了。对啊，还我找不到你。好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开始啊！啊，11分15秒，好不好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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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结束12分啊是？那你就12分40秒嘛。我记得刚才已经快13分钟了呀。哎，我为什么没反应嘛？按下去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你在干嘛嘛？不，他这边、哎、你会不会啊？我按下去没反应啊。那你按的什么呀？不是就有一个你右键点一下那个恢复游戏，然后它会弹出来一个那个让你，对啊，它会有几个时间段让你选的，就一个时间段，它没有，就有一个什么，不就有一个游戏结束，然后什么是哪个玩家退出了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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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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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你来做主机吧，我这边没有，我没有录像的呀，这样子啊？那你再研究一下嘛，等一下，或者你就那个嘛，你就。他应该有一个那个游戏结束那个的。好了好了 ，OK OK, okay。游戏结束12分53秒，我们就12分50秒，可以吧？可以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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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的输入法的问题，刚才是。好。哎呀，啊不不不不对不对，哎你什么意思嘛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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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退了重来，退了重来。啊，你果然是什么三月里的孙一峰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是什么？那智障也有春天。我觉得你现在有点跳，你是不然就莫名其妙就跳起来了啊？干嘛？你要打的，我要打不过你，你也可以跳啊。那你现在打不过我好不好？说的也很有道理，但我觉得你刚才那盘已经死了。那没实力是应该被跳的呀。哎，为什么没反应啊？那你等一下，载入有点慢。我觉得你刚才那盘已经死了，怎么办？啊？那我不信的啊！为什么？我家里防空都买好了。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有防空嘛？这个时候，那怎么可能没防？那我啊，对，我是没有防空，我没。对啊，那我好慌啊！你隐形女妖过来，我就死了呀！我已经在路上了，好吗？隐形女妖。啊，那我不会信的，你这种太假了呀！你演戏演真一点好不好？哼，妈的，恢复的有点慢。妈，废话，这第一局打得很长的好不好？我想想看，我之后要怎么……哎，我怎么招得住你嘛？你真的是瞎子？哼，那我瞎还是西瓜瞎？啊啊！哎，西瓜是瞎，你是色弱，好不好？那你呢？那我问你们，虚空之遗的这个 logo 是什么颜色吗？啊，虚空之，妈的，肯定金黄色呀！你没有说黄色，你也知道用金黄色。不对啊，色弱应该色弱就是颜色看不清楚是吧？色盲是红绿不分嘛？没想到你今天选了一招三矿那个什么，三矿那个什么的战术啊，三矿。那我跟你说，我这一招专打弱智，是吗？只有弱智防不来这一招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你不要怪我啊，不要怪我。哎，为什么还没退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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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？哎，我真招不住你了。哎，我觉得我们两个那智商有点捉急啊！刚才怎么可能打到11分钟、12分钟嘛？好了，来了，来了来了，进来进来进来。什么？看清楚了啊！五分钟，那乌雷娜4分55秒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可以。哎，你这张图如果你输给我了，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的，只要你撕毁上一次的条约，我们重新签订一份，好不好？什么叫重新签订一份？上一次你我上一次上一次是你瓜分我的利益，这一次我们重新签一份，我瓜分你利益的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马上就会，这个比较快啊。哎，我好累啊。哎，
来了啊，好了，接班人。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啊，我先把防空补起来。妈的，你啊，干嘛呀？你这种把防空补起来。妈，我不信你女儿在路上的呀。什么？啊？都来了，妈，我不慌的呀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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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呀，好了呀，好了呀。看直播呢，就是说。妈，我不可以看直播的，你又不是没有接受过这个教训的。妈，我不会过来的呀，我又不傻。不要再坚持了呀！什么叫不要再坚持？我不懂你的意思啊。哼！你真以为我不会看直播了？什么？怎么又来一波？好好好好，你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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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牛可以了吧？妈了个蛋的！妈的，补了一波农民。啊，不是这么回事吗？这游戏。妈了个蛋的！我操作，这种操作还是有的，好不好？妈了个蛋呢！我补了一波农民。哎，这帮人，你刚才跟我说什么？啊？妈了个蛋的！你刚才跟我说什么东西、啊？你给我记住，孙一峰。我一直都记住的，好不好？来弄我啊！我告诉你，这帮人你已经没用了，你知道吗？看直播，妈的，我说，妈了个蛋的，妈了个蛋的，想赢我。他想阴我啊，想法呢是好的，但是没有用啊。妈的哥身经百战，好，积极积极，我跟你说了呀，啊！我说出毒爆能够防，就真的能出爆。我说出毒爆能防，是我能防，好吗？跟你没有关系。妈了个蛋的，我觉就觉得应该出蟑螂。你觉得你也能防？真的是搞笑，真的是。不要慌，才一比一，好不好？好好。不要慌。好。来来来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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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、啊。来来来来来来来。哈哈哈哈，看直播，妈的，我让你看我刚才的直播啊，我让你看我刚才直播。
那暴雪什么时候把乌雷娜这张图给删掉嘛？不要笑了呀！不，你这个意思就删掉你的条约就不算了是吧？啊，妈的，真的是太屈辱了，我靠！有点屈辱倒是真的。啊，我已经怒了，我跟你说，这样就怒了啊？你只有那么点忍耐力啊？啊，上周那个乌雷娜这张图上能忍耐到哪里去了？我现在心中，就像是法庭上的雷天童。那我现在要不要给你放战歌？都得死！给你放战歌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心里面只想说三个字。还有谁？哪三个字吗？还有谁是吧？对的。可以。待会儿我就让你知道，大过年的电影院一个人都没有，是为什么？啊，待会儿我就会让你知道一件事情。妈的，握着手指在厕所里面的黄旭东是什么感受？是什么感受啊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妈，这又是什么歇后语吗？哈，这不是什么歇后语，我只让你体会到黄旭东的愤怒。黄旭东的愤怒是什么意思吧？哎，我好慌啊，你在干嘛嘛？我就正常在打呀，我又没干嘛。就正常打的，我不信的呀！啊，我不信的呀！你可以过来看一看，不信的话。不信就过来看，对不对？那眼见为实。我不会过来看的呀！那半路上碰到一个死神怎么办嘛？不会有死神，怎么可能会有死神？干嘛？你就不会后手死神的呀？不会的，我不是这种人。但你又不是没有被这招打死过。是啊，但我就是我是不是又接到你的痛处了呀？但问题是我不是这种人呀，我不会这么做的呀。我不会信的呀。你那么慌搞毛啊？走！干嘛？算！你要想空投我吗？这都被你看出来了，我就有感觉你想冲他，是不是正常打的吗？你告诉我，是的呀，不骗你的呀。我说我是不是正常打吗？你自己看吧。是的。我错怪你了，可以了吧？
哎呀，没死，我靠！从你看一眼吧，不会让你看的呀，太残忍了。怎么可能让你看的吗？用屁股想也知道，不可能让你看的呀。什么都来了？那你这波有点快啊。还好没有多快，没想象中那么快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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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是烦。走了什么意思？我听不太懂啊。走了什么意思？可以了呀。我没有说不可以啊。武功讲究点到为止，好不好？你说的很有道理。我没有不点到为止啊，我哪也不点到为止了嘛。妈，你说的也是。那、啊、不是点到为止了吗？已经。真是烦。怎么又烦了嘛？我又没干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一直都点到为止，你又不是没看出来。可以吗？妈，我猜你这两船没有兵。你说的没有错。妈了个蛋的，孙一峰，你这个小人！我怎么又小人了嘛？我哪里又小人了？你告诉我，我不就骗了你一下吗？妈的，骗你一下又变小人了。妈了个蛋的！无所谓，反正牛要出来了。哎呦，这蟑螂你怎么怼得过我嘛？有点硬的呀，这蟑螂。怎么可能怼得过我的嘛？我承认我怼不过你。妈了个蛋的！哎呀，好烦啊！还好。
我现在很不爽，我跟你说，孙一峰。你不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爽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告诉我。妈的，我本来就叫你不爽，你爽了我还怎么玩？还玩奶子啊？好，你牛逼，你牛逼。你要干嘛正面啊？你要正面，你要干嘛？妈了个蛋的！啊，为什么又是妈了个蛋的嘛？孙一峰，你给我记着。我又没干嘛。我又没干嘛，真的是。你看，你不是房租了吗？房子不挺好的吗？房租个毛，我亏成马了。我跟你房子挺好的呀，啊？妈了个臀！有那个风采，对不对？风采在那边就好了。好好好，你牛逼，你牛逼，你牛逼！牛逼！这还打个毛啊！哎，你的绝技呢？啊，憋牛的绝技呢？妈，我不会憋牛的，我又不傻的。又进来了，好了呀。在这边搞偷鸡摸狗，搞什么偷鸡摸狗？你这种不出牛，你怎么可能打得赢我嘛？妈了个臀，妈了个臀，妈了个臀！啊，你刚才说什么那个什么
条约要修改，怎么修改你说嘛。哎呀，怎么又是这种感觉嘛。什么感觉啊，说说看啊。妈的，好讨厌的感觉啊，好讨厌的感觉。是这样的呀，人生就是充满了这种悲喜，是吧？有悲必有喜，是不是？怎么这次怎么三万开山怎么不出牛嘛？啊？为什么正面这一拳没有挡住嘛？你怎么可能挡得住嘛？啊？为什么不出牛嘛？真是烦。哎呦呦！哎，啊，这感觉好不好？好，积极，积极，积极啊！好吧，二比一。你不想出牛吗？啊？想不想出牛啦？妈了个蛋的，那一波他妈失误了。啊，被你节奏打乱了。这叫智力好吗？哈哈哈哈。哎呀，我又闪退了。妈，我网吧这台电脑有点问题，我重进一下。再给自己找借口吗？没有啊，二比一啊，你领先啊，怎么嘛？今哎，我战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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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你等一下，我搜一下，我搜一下。你就告诉我怎么搜，然后我来搜好了。那、啊、你不，这个很麻烦的。我怕以你的智商，我跟你讲清楚，就是半个小时后了。哎，不，我有的，你以前那个有，我有的。有吗？有的，我找到了。好，那你放一下好吧。我放的时候跟你说好不好？不，你放一下嘛，我去嘘一下。好，等到你回来好不好？好好 OK， 好。来，那什么宣言嘛？那坐在我脸上的朋友，给我点元气嘛！你们不要真以为我是 RPQ 了呀？哎，为什么我听你的声音突然这么空灵？哎，你说话，好了，进。耶，我卡住了，你等我一下。那你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嘛？这首歌我觉得有点弱智。啊？我以为你会说你也很喜欢这首歌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是黄旭东打篮球，臭味相投了，是不是？黄旭东打你那个篮球，应该是黄旭东，黄旭东你再拉我一下，拿卫生纸去厕所跳高，应该这么说。
妈，那是过分好不好？啊，这样子。妈，臭味相投是黄旭来了没有嘛？快进呀！我卡住了，我大退一下，我大退一下。那么慢，我靠！哎，怎么就落后了嘛？我告诉你，接班人，之后的每一局里面，你都不要想出牛，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，是不是嘛？对的。啊，我就是一个倔强的人。我稍微改变一下战术，你就GG了。不可能的呀！不，你这么说，那我就速牛好了。你两矿速牛，我没办法。那我又不傻，两矿速牛。你拉我。我这边看你是离线的。我咪你了呀。你咪我，我也是离线的呀。你现在呢？你是离线的呀！我靠。啊，这是什么鬼嘛？那我再小退一下。好。哎，形势不对啊！难道今天晚上要变天？我退一下吧，我退一下，你还是离线的，你等一下。好好好 ，OK。你叫我，你叫我一声，我看一下，我有没有你这个人。好好。喜阳台地，哎，喜阳台地呢？好，来来来 ，Go Go， 先让我喝一口奶。朱古力风味乳饮料。这图怎么打完？这个图现在已经没法玩了。为什么？啊？那这改过以后就没法玩了呀？我感觉我要被3-1了呀。不要虚伪好不好？哎呀，真的是。啊，不是虚伪，已经1-2了呀。我已经走在悬崖边上了，好不好？没有没有，我们波七波七。刚才我很累，突然跟你打了之后，突然感觉自己精神百倍，可以继续战斗。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嘛？啊，气氛啊！你说你之前你是非常非常的没有劲，是不是？对啊。然后突然你说你来了精神，你把我当什么了嘛？鸡啊！啊！把你当鸡啊！啊，什么样的鸡能让你唤醒吗？你就是一只肉鸡，我跟你说，我吃了你的肉之后，妈，肉鸡是什么鬼吗？妈，难道你把我当成青橄榄了？青橄榄什么东西啊？啊！不是你现在这种生理反应，给我的感觉，这种临床反应不就是壮阳的感觉吗？哎，怎么办？打不过你。有什么怎么办的吗？啊，打不过你啊！什么打不过？打都没打就打不过我，你真是太虚伪了。我感觉今天你有点猛。没点猛啊？啊？没点猛啊？你告诉我。你今天真的有点猛。想到昨天被我吊起来打。哼。那是因为你的确。这段时间里面练习是有效果，我就告诉你。大师，那你这么说，我也承认你的练习，这什么情况呀？3-1呀！妈，你这功力逼！哥们，你侦查到了，你怎么会输嘛？对不对？啊，妈，你这种把我当青橄榄吃了，你还是这种妈上床不做前戏的功力逼！老子就不做前戏，怎么啦？干嘛你侦查到了，你肯定能守住的呀，是不是嘛？守住个毛，你知道我就防不来这招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从来不觉得你防不来招，我觉得你防得很好。
好，你牛你牛你牛。妈的我就不明白了，凭什么嘛？好好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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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可以了，可以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呀！妈，过分了！哎呦，这过分了，孙一峰。是有点过分，是有点过分，我承认。是有点过分。哇、哦，那么多！算了！你猛好吗？我撤退好不好？我不会信的呀、啊。不要骗我，跟你说。我怎么骗你吗？哦，我不会信的。你不信好了，我没有要你信啊！哎呀，真的是。妈了个蛋的！妈了个蛋！妈了个蛋的！啊，孙一峰，你个功利逼！你怎么走了呀？血迹知道吗？你敢上来吗？妈的，这三兵圈没成功，我靠！妈，我让你在功利孙一峰。哎，等下。哎呀，三兵圈没成功。说你嘛，居然三兵圈都没成功，我的独门招数居然都没成功，怎么办？哼，不要吹，我跟你说。哼。来来来来，三比二。哎，你要让我二比二，二比二，今天是男人之间公平的竞争，好不好？来来，叫我一声，我们要拉你的。好，这三病都没成功，我靠！这
打什么呀？我在、啊、这什么图嘛？这个图我还没玩过呢。色拉是废墟啊！来来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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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妈的，这重组地图好不好？我、哦、没玩过呀，天梯我搬这张图的呀。啊，那换一张好不好？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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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男人之间公平的对决好不好？你搬哪些图？你告诉我，下一盘我就不选了。啊，乌雷纳中心协议、色拉斯废墟、啊。好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那下一盘我就随便选了，选那个莱瑞拉克之冠，好不好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张图怎么玩嘛？龙狗毒啊？龙狗毒爆呀！你龙狗毒爆操作挺好的吗？啊、我偏不用。你想骗我是不是？妈的，这个图是用龙狗毒爆的，天哪！我偏要憋牛。哎，天哪！为什么？妈的，老子好心提醒你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已经骗了我无数次了。我哪里骗你了嘛？哎，真是烦。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就按照龙狗毒爆这么走，肯定稳赢版。我又算不来枪兵的，对不对？我不会信的呀！真的是你妈的，真的是！我只是觉得你防不来牛而已。哼！我干嘛？防得来牛？干嘛？我出牛了，你都死了，你承认不承认嘛？那是因为我没防好。那你承认不承认嘛？这一盘你敢出牛，你就得死！我告诉你，你先不要说，反正。目前的事实来说就是这样的，你现在只有用行动来证明嘛。好好好、嗯、可以可以，你这么说也是对的啊，对不对？有点难弄啊这个图啊，妈了个蛋呢！人口忘记造了。你在骗我，我很单纯的呀。是的呀，你还单纯？那我还不单纯？你要单纯，那我是什么嘛？啊？啊，你都单纯了，那我是什么嘛？妈的，我真的有点单纯的呀。说出去你又不信我单纯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啊，你在哪个点嘛？你在几点啊？我在下面。下面几点啊？左边还是右边？地方啊，我这地方是七点，七点。七点是吧？对啊。我在左下，那我们不是对点。不，你不要在你在左下，因为我已经看到你在哪里了。什么？那我在哪边嘛？你告诉我们。啊？我不告诉你啊，反正我已经看到你了。看到了。哎呦！啊哈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误会啦！误会，误会，误会。好好好，既然你说误会，这绝对是误会，怎么办嘛？形势没有你强，只能是误会啊。当我形势比你强的时候，那就不是误会了呀。有没有道理嘛？你告诉我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你说的都对。哎，蟑螂那么快搞毛啊？你这样。这蟑螂一波的，是的呀。妈的，我居然没准备好这。妈个蛋，蟑螂一波都被你发现了，那还玩个毛？最烦的就是蟑螂一波，我现在。
那我上来一步我怎么防嘛？我怎么知道怎么防啊？都被你发现了，你肯定门口都已经很多地堡了。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。感觉不好打了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运营运营运营。什么叫运营不好打？什么意思？我都 不我跟你说，我说实话，你现在的实力啊，确实是比以前要猛了。什么叫比以前猛？比什么时候要猛？因为你以前没有这种侦查细节的，是不是？哈，就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现在已经有是对对是这样的，就我比以前要强那么一点点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，一点没有错。我靠，那么多兵啊！妈，你这功力逼，我靠！什么？我靠，孙一峰这种图你也这么玩？干嘛？什么叫这种图我也这么玩？什么意思啊？妈了个蛋的！妈了个蛋的！怎么啦？你不知道功力逼，你还说我？哎，虫洞蟑螂，你跟我说你。说我骂我是功力逼，我怎么招得住啊？妈，你这又是万恶淫为首好吗？这招叫，哎呦，好不爽、啊！干嘛？你以为这样就能赢我啦？这招就叫万恶淫为首。哎呦！妈，我又闪退了。你闪不闪退无所谓，关键你这盘肯定输了呀，承不承认输嘛？哎，承认，3-2，不要慌。妈，我已经看出来你这个功力逼我。我没功力了，这一招是可以这么打的呀。问题是，哈哈，虫洞蟑螂，接班人你妈。我已经这么极限的一波了，你居然还有这么多兵，我想不，五兵营是这样的呀，那五兵是没办法的呀，所以说跟你打五兵，我觉得挺好的呀，这个战术啊，你不是要跟我打后期的吗？是打后期啊，那你这种出尔反尔，干嘛你中期都挡不住，我跟你打毛后期啊，你这一波。你这种破釜沉舟一波的，我在家里面还运营的，什么叫破釜沉舟？你是中期都挡不住怎么办嘛？我就中期大家有来有回才能够打到后期。你这种上来六D跟人家说我要跳牛的，我那六D了嘛？怎么又是这张图嘛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算了，3-3，好不好？不要，今天是男人之间的对决，3-2就是3-2，好。叫我一声，色拉斯，那个莱瑞拉克之冠，等等啊，我看看。我让你再虫洞蟑螂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招打你很稳，真的很稳。那你再来，你再用啊！啊，你再用啊！你说用就用啊！啊！你真以为我防不来了？刚才我只是活在了自己的世界里面，觉得那个虫洞下去之后，感觉就已经赢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没想到你是个功力逼。我好慌啊，赛点了呀。哎呀，不要慌，都无所谓，反正今天我已经证明了我自己了。
你要给自己找，至少不，你要给自己找后路嘛，就算了，对不对？那至少我已经不再就是 RBQ 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也是可以反抗了，好不好？但我告诉你一个问题啊，你慢慢的又会成为 RBQ。不会的，我也会苦练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两个星际争霸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，螺旋是上升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两个的天赋差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为什么还会输给我吗？输给你是因为一盘二兵营嘛，对不对？一盘那个三兵营被你发现了。干嘛？你后期又打不过我的？后期我是打不来啊，是不是？但我跟你打，我需要跟你打到后期吗？后期也是天，对，你打牛打不来也是天赋的问题，我跟你说。那你出不到牛怎么办呢？啊？啊，出不到牛，说明我前期细节不好呀，干嘛呀？你这个、我承认的呀，你这个感觉出不了牛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看出来了。对，我承认我前期细节不好，好不好嘛？啊，我不跟你，但是不，我后期我们现在不做口舌之争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好好打游戏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因为做口舌之争是说不清楚的，有些东西，对不对嘛？是的，道理，你说的没有错。就在这里啊！妈了个蛋的，聊天流！什么？我又没干嘛？我什么都没干。我这个房子就不受控制的往你这边飞了。妈的，你本来就看到我在哪里，我让你看我在哪里，不是挺好的？大家都看到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。让我们都看清彼此。是的呀。不会让你杀的呀！想造下去，哪有那么简单？哼！好操作，好操作，是我败了。是你败了、啊，这个操作，我觉得你有点操作有点凌厉，关键是不要吹捧我，没有吹捧你，妈的对手做出一个比较好的操作，那我夸一下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心里是不是觉得妈菜逼？没有，这绝对不可能的，的确有点，刚才那个操作的确让我刮目相看。那你这么说，我觉得你的死神也是用的非常好，啊，不用你。根本抓都抓不住。这死神如果被抓住的话，他那还叫死神？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结果还是让你的死神跑了。不，死神本来就是这种属性，死神本来不容易抓的。不，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你的操作比较好。是这样的吗？是的，你相信我。我还真信了。我靠！对啊，他为什么会这个时候出有提速狗吗？没道理啊！我这都被你看出来了，那我还打个毛啊！有点不太对头，我觉得。我也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啊。你在干嘛嘛？我在造兵啊。那你不会又是五兵营吧？很有可能哦。很有可能。你要补一救世是不是啊？是的，我信了呀。我靠，还真是的！我这都没发现啊！哎，我好慌啊！怎么办？我又被你打死了，完了4-2结束了呀！
会的，我觉得不会。哎呀，我怎么又我闪退了？什么情况吧？啊，我今天这台网吧的电脑有问题。好，再恢复充电，没关系。恢复。哎呀，怎么办？这不来了怎么办呀？哈，你不要虚伪好不好？哎，真是烦。不要那么虚伪。我没事没事，下一周我就回杭州了。我只想，我其实我很想知道这一波怎么样才能防得住，拿你来做试验而已。请你防不住的好不好，我感觉我已经死了呀。我没想到你孙一峰是这种人。你如果提的是狗数的话，你肯定是有毒爆的。没有毒爆，毒爆用不来的呀。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。年轻游戏。很快，我们最多再打两盘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我觉得最多再打一盘，我就积了呀。我觉得这已经没法打了，这局面。你觉得呢？哼，不要虚伪，不要虚伪，是这样的呀。你九幺哥前期那么猛，是不是？我在想我要怎么啊？来，瑞卡克之冠恢复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再重进啊。叫我一声就好了啊。好的，好的。哎呀，接班你的确变强了嘛啊？没有、哎你，你不要吹捧我。你现在到底什么实力嘛？啊，我看你这个大这个什么，就开服那么几天，你居然打了146场了啊？没有，那么拼？没有。耶，我星期二怎么启动不了了？哎呀，这是什么情况嘛？你是不是要临阵脱逃嘛？妈，不是，难道我要重启一下机器？那你要不要等我一会儿？我重启一下机器。等你啊，我等你，就快去啊！好 ，OK，那我先，我要先断麦了，我要重启一下。好。啊 ，OK，好。去吧。快去啊！我靠，你在搞毛啊？不，我按错键了，我按成了重新启动。弱智！我告诉你们，打接班人。不要我承认我牛打不来，我的确有牛打不来，后期有很多细节我都不会做，所以说我现在只能依靠最简单的一些打法，不让他三本出牛。而且这个五兵营的战术我很想看看是怎么破。我的理解是用狗加那个狗加毒爆可以破，就我从我的操作层面上来说，我觉得狗加毒爆可以破，但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破了？我要知道。哎呀，不用看录像呀，看什么录像？妈，老子正人君子好吗？怎么可能去做这么卑鄙的事情？对不对？管子，你不可能。其实。那盘乌雷娜其实接班人已经很针对我，他就用狗毒爆，然后上面还插了两个管子，但你三矿守不住啊。问题就是你三矿守不住，你三矿如果守不住的话，你插管子也是没有意义的。豹女王不是那么靠谱啊，我觉得只有狗毒爆。狗包的好一点，然后毒包狗包上去的时候啊，挡住对方撤退的路线，因为狗的速度比较快嘛，然后毒包再 A 上去，只有这样才可以。但这也是要在对方没有侦察的时候，万一对方操作很好的话，其实我觉得狗毒包也不好说。他搞毛啊，怎么为什么他这边显示他正在游戏呢？等着他吧。
反正这个武兵营的一波还是虫族还是比较烦，特别是在这种近点的位置啊，虫族稍微多补些农民啊，可能就直接被一波了。我们等着接班人啊，等着接班人，他马上来了，好，来了已经。喂，进。好，来，我进游戏啊，进游戏之后叫我一声啊。你刚才是不是又在背后说我坏话？没有说你坏话呀，我只是在分析。那你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。那你们只有我有没有说你坏话吗？我在分析。我不信的呀。哎妈的，你每天被人拱火。智商太低了，真的是，快点叫我！你就是这种人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再进。你坏话怎么样？你干我呀！好，本来我没有说，你一定要这么说，我靠！你牛逼可以了吧？来啊！来！再给我一分钟，我筛停一下。真的是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星际争霸的世界里只相信实力，好吗？哥现在比你强，哥比分领先。是的，昨天我也是这么跳你的，对不对嘛？那你今天什么啊？今天我落后没有办法吗？哈哈哈哈！好，开始啊，进来。好，够。他那个是5分24秒，那我就5分20秒，好吧？可以。开始啊！哎，这波怎么办？被你骑到脸上了。哎，没有事的呀，你慌什么嘛？来了，接班人。来！武兵营，这招不错。TBZ 的确这招可以打。你不要因为赢了我，你就觉得无敌了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到时候又去丢脸。这招的确还是蛮好用的，我告诉你。我现在在教水友好吗？知道他们能够在国服大师潇洒走一回吗？可不可以？好，可以开始。干嘛？我靠，那么多，过分了。你在干嘛吧？什么干嘛？你那么多都被你打通了，你还不进来？那么多火杖我怎么进啊？那你不是无敌了吗？的确，你这个守着的确有点精妙啊。算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妈，就这个意思啊！等你过来啊，干嘛？妈的，走位失误了。好，你牛逼，可以了吧？我也不能说我牛逼，只能说，我靠，这把火丢的。你牛逼可以了吧？啊了个蛋的！啊，失误了，我靠！哎呀，我好伤啊！我现在。闭嘴！我也好伤啊！
妖怪打我，我可能就死了呀。哼，你认为我会信吗？哈哈，我觉得你应该不会信，但这是事实。这是事实，我就告诉你，我没有货了。不过我觉得你刚才那波也损失了蛮多的兵的，大家现在可能是一个旗鼓相当。那我们要不就暂时的和平一下吧。误会是不是啊？误会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，好不好？天太黑了。好不好吧？我也是，妈的！是的，是的。刚才我以为是黄旭东的基地，哎，真是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怪我，误会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也就算了嘛。大家开诚不公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。是实话，我们这种时候只能同仇敌忾。是的，你说的没有错。刚才我好后悔，为什么会打你？真的是。算了呀，我已经原谅你了呀。是你的吗？我以为是黄旭东的。妈个蛋，黄旭东太会伪装了，干死黄旭东！你不要说了。我假装信任你，可以了吧？什么假装信任我？妈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来不要假装，好不好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这种东西，大家有一说一，的确是我刚才没看清楚，眼神不好，人老了眼神不好。你说的没有错，对不对？黄是的，你说的没有错啊。黄旭东是不是让人不能忍吗？的确。你是不是想干死他吗？对的。我靠，算了呀。啊了个蛋的，我也没干嘛，好不好？你要干嘛嘛？觉得我后面没东西了是不是啊？不是，哎，真是烦。哎呀，怎么又闪退了？什么意思嘛？又闪退了？啊，算了，你快点重新恢复，我待会儿就一波干。重新恢复，可以。真的是，我知道你又干错了，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压力有点大？所以说三本没那么快了，牛没那么好憋了，是不是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妈的！哥只要随便，你不是说今天要跟我打后期的吗？是打后期啊，你不是，不对，你不九幺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时候我应该这么说，啊，我的电脑老是卡，怎么办？我应该去哪边买一台电脑？我告诉你，在卡顿的时候，其实每一个玩家都有可能发生这样卡顿的。不是，我现在只想要一台可以打进去非常。好，你说。最重要的不是你去买什么配置，而是你要去找一家让你信任的电脑店买电脑。是的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你可以打开网页，输入3W。好的。输入3scboy.淘宝.com 去选购你信任的电脑。好的，我记住了。只要你选择了这样的店去买电脑，你马上就可以实力提升几百个档次。真的是这样的吗？那么价格便宜不便宜呢？当然是最便宜的，这一点你放心，绝对是行业良心。
你要这么说，那我绝对要去买一台了。快点进来，我靠！我进来呀！我干死你！十一分钟，好吧？好，够够够够。哎，你说有一台很烂的电脑，是不是很烦嘛？要这样子，你死机的时候，以后这个广告这么打，然后很当假装很烦躁的，就很死机不是很烦躁？是的，我现在就很烦呀、啊，我跟你说。然后，因为我找了很多家卖电脑的，要么就是贵，是吧？要么就是性价比太低，要么就是售后特别烂，是的。哎，不要说了，明天来 SC Boy 点淘宝点 com。我现在就要去买一台，我跟你说，开启你星际争霸的人生。好，开战，老子今天干死！哎呀，要不算了吧，这盘我认输嘛，我又闪退了。啊？我又闪退，要不就4-2，你赢了吧？我不要，因为我觉得刚才这一盘，我推到这个点位，这个时候很……哎，九幺，你不要说九幺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很不爽，我跟你说，这台电脑老是重启，你告诉我怎么办？重启星际是吧？那我现在烦得要死，对啊。哎，这算了，你这只能买一台电脑了，不要再植入这个广告了，妈个逼！快点给重启。是你的，是你拉你。很烦躁的说的呀。我们再试一次，好吧？如果再行，我就认输，好不好？哼，妈，这场比赛的胜利就给你了，好不好嘛？我不要你给啊，我觉得我稳赢，反为什么要给啊？你我告诉你，现在最多刚才那个退的时候最多就156。不是我只是在想，这样输我还有一点面子，是不是？不，我跟你说，金半天，说实话，你不要在跟我打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说有没有面子这么一说，因为你要想，在上周的那个乌雷纳条约，你是多么丢人。想想那个屈辱，其实你想今天打成这样，其实你也心甘情愿了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，昨天已经把你给干了，要不算了吧，我又闪退，我肯定电脑有问题了。又闪退了？是的，要不今天就4-2算你赢了，好不好？哎，算了，这个胜之不武，虽然我觉得我稳赢版，我要看一下录像，你到底有多少人口？是的，你真的很厉害，好不好吗？好，今天就到这儿。就让我们今天愉快的结束这一场 PVP， 好不好？你先这么偷偷说了，算了。这样你也体面，我也很体面，哎、是不是？但是我很想告诉你的秘密，今天又不能告诉你。希望你下次能赢我，然后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可以，没问题，我回去一定会苦练。苦练关乎到所有星际玩家的一个秘密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好，就这样。那是不是跟功夫杯有关的那个秘密？没有，不是，跟这个没有关系。好。那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那只能期待下一次干死你了。好的啊。好的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哥最后看一下接班的那个录像啊。我觉得当时我推到这个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已经180人口了呀。我看他怎么打的。他电脑老是闪退嘛，今天就没办法打。他这个打法我感觉很土的，我只要稍微施压他，然后就只能怎么样，他只能那个只能去选择暴兵的话，就等于是把他节奏打乱了。你看他刚刚塔下来那么早，这个五兵营非常犀利，我告诉你非常非常犀利。他这样下什么情况啊？哎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哎妈个蛋啊，又重新开始了，我靠。好，就在这儿。他战场下的非常早，然后你看他是农民。他没有什么农民的，其实。他一共才3、4个农民。因为他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去暴兵，他已经开始租蟑螂了。这个有点像以前就神族的阿三流的这种战术，就是你在前面一根水晶不停的刷叉，重新之心的这些战术。你看他还补了2个地堡，
这波兵我看一下兵力的，其实我的兵更有操作性，但是我看到他这个火蟑螂我就没打了，我就在这边等他出现失误。他这波兵其实他要打的话也打不过我，这个有点多的，我的兵有点多的，非常厚啊我的波兵。然后他冲出来的时候被我包了一波，这就没得打了。然后我把他三光打了，我要看主要看最后一波，他会最后一波只有最多一波150人口。你看他的这个科技那么慢，这么慢的情况下防这个武兵营啊都那么累。然后关键武兵营你农民是不停的，现在农民我快将近60个农民了。他攻防也慢，他没办法，他因为前期压力太大了。农民数量上来说他不敢补啊，他只有五十农民，因为他的这个图又是近点，所以说压力很大。第一波推上来多少人口吗？他170人口。结果被我抓了一波火蟑螂。啊，差不多就这个时候了。差不多就这个时候啊，我这边还在骚扰，还要前面一点。农民数量52个，好，就这个时候已经就那个就直接掉线了。这个时候我看一下人口，他152人口，我就觉得他160左右差不多，他的兵也不多，而且他的攻防啊都是零攻零防，一攻一防还没升完，我这边已经一攻一防了，兵非常厚。战斗人口我比他高很多，而且他的部队全部都是用蟑螂堆起来的，感染虫也没几个，这盘他已经输了，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。妈的，电脑拯救了他呀！我靠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这个战术武兵这个战术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啊！我跟大家说，真的可以去研究一下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这个直播。